要过来，你没开始。好，告诉你，关键所在已经跟北北所以关键做些移动，另外就是摆布的啊。我这半年开始做艺术家进修，条件嘛也公算啊，刚刚非洲人捌来过呢，所以阮只差不多两三摆艺术家也进修过啊。伊这边等他们处理工程，讲伊这些细工程过定了，是吧？传统的这，可能给你意向化哈，这意向化哈，一环意向，意向，对对。而且看到人创意足侪，因为创意代表一个艺术家吼，拢无所不用，一旦想出侪物啊，卖小概念讲看。我对遐年轻人，我讲不要去帮帮忙。今天这个迄落有机料理，啊，足侪拢是迄落杨建筑师家这个有机南瓜。对，这文创产业，我认为极力极力鼓励，对一些年轻人有一个鼓励作用。我知影，哎，艺术家咧想伊足侪。因为咱台湾来客人无所不用的，一到二头家己想讲咱要了发展啥物，我今天来是咱做东西，我是讲真是欢喜啊！对那个三小姐的介绍，我感觉足感谢，坐下。对，三小姐，我感觉老赞。